这边还有啊，这边是我洗面。哦，不是我洗面，哦，有了有了，这边还有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椅子有没有拉过来一点？弟弟没有做到。起来，弟弟们起来一下。起来，来拉过来一点，来来。来，跟弟弟没做到。你、哦欸、没有做到了。哦、但是我你哎呀，你们那个位置是不是坐了五个人啊？我有椅子。哦，好了。阿西，你领更改，还头发改。成熟姐，我传到两人家，是啊，对，在孙男的红姐这样的，好是没有，没有，第一位养老婆人家，对呀、啊，下次要来先这个陈述一下。好，那你也当。我拿那个夹子，那个刚刚说的，还有一股那个什么强力胶的味道，就浓度很有哎，很浓哦。很浓啊，有一种强力胶味。我告诉你，我最是白葡萄酒，我最喜欢哈、啊。我刚一来的时候就喜欢闻那味道。对，就是乔先生他们家弄。对他们自己，他们用在用。那香味是加进去。你说强力胶，我明明要醉了，又有强力胶味道，真的有一点。啊，孩子嘞，你哪没听？你从来没有闻出这个味道，你给他尝一点。然后我到外面觉得，给他尝一点就。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加油。哇。喂。白葡萄酒，你几岁？他说四十几吗？对。赞。没有，你要尝你才知道。一点点，你先含着。含着哦，不要喝哦。干杯！来来来。干杯！谢谢，苏医师，新生快乐，祝我们阿鹏兄啊，苏英啊呢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谢谢。他是咖啡达人，是那个卖肉那个吗？对，卖肉那个，他就是有了熊煮肉那个研发的那一位啊，就是新秋，对啊。还有做那个果冻，他的印象就是那个肉的，加肉类加。那果冻有花有没有？做果冻吗？果冻花的，这个油花加红。有炸鸡蛋。这是凉皮的，这是。啊，你怎么会买那个茶汤？不是，那是送的。谁送的？师姐送的。这么好。别人家的你总是心来为你，你不爱
想要听听爱情的含蓄味。
谢谢啦。这里现在温度像这样，现在应该是16度哦，15、16度。